这是一首风水民谣，头顶凌月山，脚踏金安桥，口食西湖水，两手披麒麟。这首民谣将一个人指引到了金华锁园村里。那是400多年前，汉代名士严子陵的后裔严守仁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锁园，他观此村周围分布着七座连绵不绝的小山，且靠北有一碧湖，形成了天然的七星拱月星象地理。再加上村外的环村水系，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于是决定举家从孝顺严店村迁居至锁园村。最初的时候，这个小山村还叫青锁。据专家学者的说法，严氏家族聚居在李浦镇的锁园村是严格按照五行风水学来选址的。当时高迁和其周边的五个严氏后裔聚居的古村落都以青、白、黄、紫、黑五色来命名，正好是五行中金木水火土的演化。后来随着村落的扩大，严守仁发现整个村庄地处龙背，极似一把吉祥长命锁，且村子之中又有许多的菜园子，由此他便取名锁园。经数百年后，后人觉得锁有封闭固守之意，而锁字主要指玉之声或宫之门，加上古时锁与锁又可通用，为图吉利就改为锁园，一直沿用至今。严氏一族有着严谨的风水观，同时也有着深厚的审美观，这种审美观的建立要追溯到明末清康乾盛世时。据严氏家谱记载，严子陵第51世孙严必胜因为率兵平定两广匪乱有功，被大清皇帝招允为官。凯旋回家的严必胜在这里盖起了18座雕梁画栋的厅堂，严氏家族的辉煌荣光在这些厅堂逐一林立起来之时，绽放出了万丈风华。沿着这条卵石小径一直走，我们走进锁园村的光耀，走进古建筑的艺术。这是村子南面规模最大的古建筑严氏宗祠，敦伦堂，这是严氏宗祠的堂号，它时刻告诫着严氏后人，每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都有自己的责任，有自己的任务。世间的一切事物皆有因果，而我们则是要谨守本分。谆谆的教诲成了宗族凝聚力的维系纽带。他宣扬着家族的道德观与人生观，规范着严氏后人的行为。宗祠前后共4进，宽阔敞亮，每进建筑两侧都用逐层叠落的五花山墙围合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防火，以免一家失火殃及邻宅。
这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式建筑，设计实用，布置紧凑，雅致朴实，黑瓦白墙，砖石木构，在五彩斑斓的江南里，宗祠的建筑色彩显得格外素雅大方。都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，那么严氏宗祠的建筑中藏匿着怎样的艺术呢？秘密都隐藏在这梁架之上。严氏宗祠的梁架柱子与梁岭直接连接，不像许多祠堂一样用着精美雅致的牛腿，而是选用了工字形护壁拱，显得简洁大方。这似乎就是锁园村的宗祠建筑风格，庄重恢宏，却又不失简朴雅致。家族的祠堂是一种纪念性的建筑，也是一个家族文化渊源的象征。在锁园严氏祠堂东前方的另一个严氏祠堂也不例外，又有一个严氏祠堂。一个小山村为何会存在两座祠堂呢？这所祠堂从哪里来，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？在锁园，当地人将敦伦堂称作大祠堂，这座堂号用司堂的宗祠则被村人叫做小祠堂。相比大祠堂的规模，这座小祠堂要小得多，据说这是向大祠堂称臣的意思。小小古祠堂，大大辉煌时，这座如今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小祠堂，当年可是轰动一时，并且书写了一段女性权益的抗争。当时锁园村有位太公名叫严元善，前后有三任妻子，唯有妾室徐氏为他生一子，名唤严秉岁，正氏则是他的正妻。严秉岁英年早逝，留下正室侍奉两个婆婆操持家务，可没多久两位婆婆相继去世。然而在操办后事时，一条族规让正室十分受触动。据严氏宗谱记载，妾侧傅氏族后灵位入祠，不能置于祠堂正中的神柩中。正是为此气愤不已，他认为此家规极不合理，并提出另建家庙以供奉婆婆。这永思堂便是当时所建的一座大规模的女祠。不难想象，在当时等级制度分明的时代，正是的这一作为无疑是对传统宗族文化的一次强烈抗争。在严长训珍藏的史料《树母未自变》中，清楚地记录了正氏这次斗争的过程。庶出之子孙俨然上座，世母入世壁，唯其后者何以自安？传言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，是子以贵而母就贱。在这次大讨论中，严氏的族人也意识到这是一条十分不平等的家规制度，也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不平等将会不利于一个家族的传承和发展，因此这条制度正式被废除，而正是两位婆婆的牌位也被接回严氏宗祠。斗争胜利了，这小祠堂却留了下来。
小祠堂的存在，即使正是对严氏宗族不平等、不合理家规默默抗争的产物，更是女性权益的一次自我觉醒。可以说，这座祠堂就是为了女性建立起来的，象征着女性地位的提高。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精致与细巧、雕梁与画栋，不仅是技艺的精湛的展示，更是一种突破历史与传统的象征。如果说小宗祠是一次女权的突破，那么精洁牌坊则是古代女人一种荣誉与苦难的彰显。严氏宗祠右边耸立着的这座清乾隆年间的石牌坊，是为严熙配妻皇氏所建。圣旨、荣恩、精洁、清标统管，笔势飘逸遒劲，字迹清朗俊秀，一字一句皆是对女子贞洁德行的颂扬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精洁坊就是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产物。它至高无上的荣誉背后，是一个女人的怎样的辛酸悲苦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它庄重精致的背后，是一种怎样的压抑愤懑，我们亦不得而知。但我们必须承认，因为这些牌坊的存在，让世人了解了古老的牌坊建筑文化和传统的民俗文化。它那么威严庄重，又那么残忍冷酷，它是封建礼教的苦难，它又是对女人迫害的历史证明。但当我们以欣赏建筑的视角品读它时，它本身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元素和历史文化信息又让人惊讶。该坊是仿木石结构建筑，呈歇山式的建筑风格，牌坊沿袭了清代牌坊的建筑风格。建筑规模大，装饰华丽，精雕细琢，这座皇室精洁坊的荣耀里，因为有了精美的石雕工艺，而有了锦绣之气。夹柱石雕有龙吐团云，额方上有凤凰、仙鹤、鲤鱼、夔龙等吉祥图案，这些皆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用的构图，精致恢宏，栩栩如生。牌坊是石头做的，但它却成为了一个表彰如水女人的物件。唯有这坊上的精致如意和那坊下年年岁岁的荒草，在逐渐软化石头的固执与腐朽。宗祠、牌坊在古村里更引人注目的，还有这座座的民居厅堂。所缘的民居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情怀和儒学准则。怀德堂，这怀德二字隐含着怎样的深意？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，这句话出自《论语·里仁》，这正是怀德的出处。是谁题写了这三个字呢？据说当时怀德堂的第三代主人，也就是颜元良的孙子颜曾书，是太学生。他和当朝的官员私交甚好，所以
正厅匾额怀德堂为乾隆岁次庚子年间朝廷一位二品官所书。匾额下方正是严氏家族的始祖严子陵的画像。还是东汉中兴时代，汉武帝请严子陵出山，严子陵不愿，在富春江筑室定居，以垂钓度日。后来他的后裔为躲避战乱迁居，从睦州史迁金华严家滩，因筑室水边水患严重，最终严氏一直迁入锁园村。这是历史迁徙里的老宅，也是现实对话里的老宅。中国是礼仪之邦，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奠定了每一个家族的底蕴，每一个家都有家规、家训、家风。严氏一族的16条家风家训，更是每一个严氏子孙所遵循的箴言。严氏先祖告诫子孙要孝顺父母，也告诫父兄不要放任对子孙的监督教育，而作为子女则要尊重长辈，面对生活要努力追求，不可不务正业，面对婚姻则要讲究人伦和门户。一字一言都是一个家族的故事，一个家族的记忆，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传承。当我们抬头观怀德堂的斗拱雀替，不经意间竟是发现了大片的白色石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过去宅主人在家中放置粮食，为防止虫蛀，就在屋内木头刷上了石灰，至今还留存在这雕梁之上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借着老宅里留存的一墙一柱、一匾一联、一言一语、一厅一房，我们感受到了文化与生活的交融。当年这里或许正是严氏的先祖教育子女、交流情感的处所，还是在《论语》中，在《学而》里，我们读得了这样一句话：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务本二字道出了一个负责任的世家的担当，告诫着子孙要孝敬父母，有厚德之心，做人要有爱、有本心、有良知，要从善如流，道行天下。这便是怀德堂东侧务本堂堂名的出处了。务本堂为重檐二层楼的四合院厅堂建筑，建筑规模恢宏大气，布局紧凑精细。总体平面呈两进布局，左右各有两弄，6间厢房，第一进用作日常起居与生活，第二进则是用于接待外客和举办活动的场所。务本堂的建造者正是锁园村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严元贵。锁园村的后代子孙都尊称他为海山公。海山公一生乐善好施，是锁园远近闻名的大善人。据考证，
年轻时海山公依靠在外经商发家致富。在海山公51岁时，曎出资2000两银子为孝顺镇下宅修建了济寒桥。在他70岁时，荣归故里，便回到所原买地住宅，出资建造物本堂，造福乡里。在物本堂里，除了物本，还有务农。我们不经意间便看见了古时所原村民的农耕生活。在左右厢房花格窗绦环板上刻有渔樵耕读的雕饰。出海的渔夫，挑柴的樵夫，耕田的农夫，向学的学生，这是农耕社会4个比较重要的职业，也是先祖在教导后世好好劳作、耕读传家、勤奋生活。一方窄窄的窗棂框起了一段悠久质朴的历史，它在原始的朴素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如果说窗棂是生动鲜活的，那么住处就是吉祥如意的。物本堂的二进厅里，每一个住处上都雕有瓜棂形，它们如同一根连绵不断的藤，上面结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瓜，环绕着处室上下，取的正是《诗经》中“绵绵瓜蝶”之意，寓意着子孙绵延不绝。这样吉祥的寓意，牵引着我们继续在所原的古民居中探索发现。在所原有一座独特的建筑，叫做两面厅。那么它有何独特之处呢？又为何有两面之名呢？原来这里有两个对称的四合院建筑，只在中厅用平门将二者隔开，并且各辟大门。从正面出入的叫济树堂，从背面出入的叫中树堂。厅堂由兄弟两人合建而造，两面厅里因极致的雕梁画栋而充满鲜活灵动之气。木头原本是朴实无华、寂寞无声的，却因为独具匠心的手艺人而有了如诗如画的变动。梁架马腿上雕有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，窗棂腰板上雕刻有山水风情，花鸟鱼虫嬉戏，楼台古刹庄重，我们似是看见了一场接一场的生命律动。相比起木雕的灵动多变，砖雕则多了吉祥如意的福泽，在四个大门青棚上雕刻着麒麟、凤凰、松鹤、鲜花等形态生动的花式，寄予了无限的福泽。大大小小的雕饰，繁杂简单的刻画，皆不拘一格地装饰着古老的宅院，展现着古老技艺的精湛，艺术造诣的深厚。它们是古宅的宝贵遗产，更是世界的宝贵财富。走过所园里的一座座精致的祠堂老宅，
我们似是领略了索原的400多年的风雨沧桑。我们追逐到了这里所遗留下来的精致和那传承了百年的家风，可我们的心里仿佛还缺了一块，我们的脚步似是还缺了一地。原来我们还差去深入了解这文化背后的风土人情。在索原还流传着许多璀璨的民俗文化，草鞋就是其中独树一帜的一支。你或许已经想不起草鞋这样东西了，年轻人甚至从未穿过它，它基本已经退出了当今社会。球鞋、布鞋、皮鞋一系列多样的鞋的出现，使得草鞋早已退居到了历史之中。但是我们将历史往前推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，当时的人们穿得最多的便是这草鞋。如今这失传了的手艺正在索原里上演，老人坐在草编工具前，手上不紧不慢地动作着，结实的稻草在他的手中却柔软灵活的不可思议。不一会儿功夫，草鞋就编织好了一半。在老人的记忆里，当年的他们便是穿着这些草鞋下地干活，如今是不用了，但他却不想着手艺也失传，每日编草鞋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当我们面对这些几乎已经遗失的美好之时，站在古老民族的入口，过往的一幕幕都显得无比珍贵。老人们或许是固执的，他们固执地守着被遗忘的风俗，被遗忘的老宅，可正是他们的固执，让我们猝不及防地遇见了最美好的画面。古老的工艺还在继续，古老的时光还在被咀嚼。当我们走在湿漉漉的青石路上，看青砖苔藓，看黑瓦高墙，这是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的交锋，然后又在无言中融合。在索原，无需钥匙，我们便可开启它内在的美好，它将我们紧紧包裹，注入最简单质朴的灵动。索原，江南里的密钥。